它已经打开了，所以必须要买。来看茶叶，好，这个看着不错。嗯，白毫银针2017。这个你买不起。那个，我给你推荐一个价位吧，比较适合你。嗯，你看这一款怎么样？这一款也不错。嗯，这个多少钱？这个98一罐。哦，98。哎，非买勿动。我闻一闻可以吧？你这个盒子还没有打开过，如果你打开的话，就要把它买下来。啊？这个多少钱？这个6800一箱。那你这茶贵得离谱啊！不贵呀、啊，这本来就是好茶呀，买不起就不要乱动。还没有别的？别的，要不这个先给你包起来，然后你再看别的。因为这个已经打开过了，我们没有办法再。我打开就必须要买吗？对呀、啊，我们没有办法再进行二次销售了。不是，那你这是强买强卖呀、啊？没有啊，我刚刚跟他已经说了，买不起就不要乱动，他已经打开了，所以必须要买。我们没有说不买，我们就要看一下别的呀。那你倒是买呀，你怎么支付？微信还是支付宝？都可以，现金也可以。拿着。走吧，我给你付钱。可以，在这边请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现在去给我们泡茶，我倒要尝尝这6800的茶到底有多好喝。可以呀、啊，没问题，来尝一下我们家的好茶。走，咱俩喝茶去。咱走吧，他这没下来宰客。没事，先尝一尝吧。好喝了咱就买。行的。来，先喝杯好茶。谢谢。谢谢。嗯。刚刚不好意思啊，因为我们老板在，然后今天对业绩有那个要求，所以才会报那么高的价格。没有关系，这款茶呢就给您泡一下，你如果喜欢的话你可以带一点，不喜欢也没事，可以选选别的或者转一转都行。嗯，不要太有压力，刚刚不好意思啊，喝杯茶。你不早说，你说了我们买点就行了。那有没有适合女生喝的茶给我们俩推荐一个？嗯，有。像女生的话可以喝这种白茶。嗯，这种牡丹，它抗氧化、抗衰老，而且性价比也比较高。好，那我们就买这个。付款码拿出来吧，我现在付款。嗯，这饼确定要带是吧？嗯，好，来包起来吧。好，谢谢。稍等一下，我给您拿一下付款码。嗯，好。那我这个茶就给您装起来了。嗯，好的，谢谢。我现在给你扫码。好，扫这里就可以，微信、支付宝都可以。嗯，扫过去了。加一下你的微信吧，谢谢。今天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，后期我们有需要了再联系你。可以，那非常感谢支持工作，然后我们这儿可以快递跑腿都可以，到时候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跟我联系。嗯，好嘞。啊，好，走吧。